协助台北市福安国中生涯闯关活动圆满达成任务，特致赠感谢状以资感谢，请美容科主任代表献奖。参与台北市与生国小药物来滥用防治教育戏剧宣导演出圆满达成任务，特致赠感谢状以资感谢，请演艺科主任代表献奖。国中105学年度升学博览会圆满达成任务，特致赠感谢状以资感谢，请辅导师副主任代表献奖。国中105学年度八年级专业群科参访活动圆满达成任务，特致赠感谢状以资感谢，请实习处主任代表献奖。梅一庄陈庆文、刘静文荣获佳作，以及华丽新娘指徒梅二庄王黄景荣获亚军，梅一庄林昭佑荣获殿军，创意新娘组梅三庄蓝金萱荣获季军，创意指徒彩绘组梅三庄吴如纯荣获冠军，梅一庄蔡嘉诚荣获殿军，创意整体造型组梅三庄吴如纯荣获佳作，立体彩绘面具组梅三庄林佩仪荣获亚军，梅家彩绘盒子组梅二庄汤素英荣获冠军，陈秀仪荣获佳作，梅三庄郑富琴荣获佳作，彩绘面具组梅三庄龚雨晴荣获亚军，梦幻芭比礼服华丽组梅二庄张秀燕荣获佳作，梅一字郭佩杰荣获佳作。以上同学各颁发奖状及奖杯。优良学生中三组蔡三强、王志伟、吴曼玉、蔡生峰、詹天宝，三二晴、许立翔、阮俊恒，七三组三二纯、林伟聪、三二强、唐仲泽、高启阳、张家田、谢怡敏、马佩如、邱云慈、骆一竹、左许权，三二纯、陈培根、烘焙组蔡三强、谢嘉芬、蔡廷宇、林婉仪，三二字李俊威、李俊达、黄振龙，三厅外场组蔡三强、陈怡珍、蔡佩蓉、黄振芬，三厅内场组蔡三强、黄家伟、林家玉、张慈恩、黄成岭，三二强萧百亨，三二纯林怡轩，林条三虎组蔡三强、林金龙，三二正张秀兴，三二字曾义清，餐厅外场组蔡三强叶玉琪，三二强简慈颖，三二晴郑瑞泽。以上同学各颁发奖状以将奖金一份。今天我们介绍的大师是陈国兴总经理，所以我们热烈欢迎陈总经理，大家热烈鼓掌。我先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对庄敬的认识跟印象。那我在世界各地都有演讲，那我所听到的庄敬，我觉得是一个非常追求卓越，然后充满活力，很有积极，很有充满希望的一个学校。跟大家分享，你想目标的时候不能这样子顺着顺序说，我今天干嘛，明天干嘛，后天干嘛，这样是不对的。你要去想后天干嘛，所以我明天要干嘛，今天要干嘛，这种目标叫做以终为始。什么叫以终为始？以终点为开始，你要先设定目标。比如说你120岁，我这一生我要做到什么样的成就，我如何定义我的人生，所以我80岁要做什么，那我60岁要做什么，我40岁要做什么，我20岁要做什么，然后我此时此刻现在半年我要做什么，3个月我要做什么，然后今天我要做什么，现在我要做什么。我常讲，你在别人在玩的时候你在加油，别人在休息的时候你也在加油。好，同学们，大家比一个赞，我们那个演讲的好不好？